嗨，各位老板，老板大家好，大家好啊！这里是嘉盛小弟叫 Jackie， 今天我要做这个 video 呢，是给老板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卖这个牌子，这是 Bosch 的牌子，这是 Robitussin 的 ，OK， 它不是普通的 Sander 啊 ，OK， 这个是 Heavy Duty 的一年保价 ，OK， 这个它的 model 呢叫做它的 model code 啦，是 GEX125.1。GEX125.1 OK， 这个是新的 OK， 这是它走着250瓦的那个 motor 啦， Robitussin 的绝对不是普通的 center， 这是 Robitussin 的 OK， 这个东西就厉害了 OK， 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是一年保价的啊，绝对不是跑，不是开玩笑的东西 OK， 这个还有给你那个砂纸的 OK。OK， 给老板大家看一下这东西，这东西还是圆的啦。然后，够它厉害的东西是什么 ？OK， 它厉害的东西是，不管你那个你磨木还是磨什么东西，给它的那些灰尘啊，还是木屑啊、木灰那些啊，它全部都是吸进去这里。还有那个 vacuum 的功能，有 vacuum 的功能，就是你磨，你不用怕那灰尘乱乱飞，它全部进去这里里面。OK， 如果例如里面买了的话，你也可以拔开它。拔开它，然后拿去丢掉那个粉那些东西 ，OK？ 拔开它，丢掉它，那这个东西，这是 filter 来的。如果这个 filter 坏了，还是你要换一个新的，都是有的卖的这个 Bosch 牌子。然后用完了，丢完了过后，你可以盖下去，这样前后左右全部按上去，还有一个 lock 的，哦，还没进完 ，OK？ 给那个 lock 完了，然后它不只是有这个 vacuum 的功能，加上它这个你可以调你的 speed。最高是6，还有5、4、3、2、1，一是最小啊，6是最高 ，OK， 6是最高。然后它 on off 是这里啊 ，on off 这里啊。好，我要 make sure 一下，这个是 Robitussin 的 center 啊，不是 center 啊 ，OK， 这是比较好一点的 center 的 ，OK。给老板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特别用处是什么 ，OK。这样子的 ，OK。它是 Robitussin 的，然后还有一条 speed， OK， 我要挑一个一号的给你们看一下，一号的是这样子，这是一号的，这是一号的，这是 Robitussin 的来的， OK， 这是不是普通的东西，这是好的，有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五度、六度，这是绝对侯爷中的侯爷的 ，OK， 这 Robitussin 的，如果老板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Bosch 的牌子，还是你要问这个价钱，还是属于价钱啊 ，spec 啊，它 model 是怎样啊？也可以 PM 加深这里，这个是250瓦 heavy duty 的，就是一年保价的 ，OK。各位老板想要了解更多，可以 PM 加深这里啊。OK， 谢谢各位老板。